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9月24号星期二，农历是8月26。好，那么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嗯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早安师傅。同学一张，同学是你，师傅，那您看一下，1971年属猪的男的，1971年属猪男的，71年属猪的男的，1971年属猪的男的，想看什么讲吧？两个同学都梦到他会发生脑溢血，他本人为此发愿，一年内放生10万条鱼，现在已经放生约8万条了。烧送小房子大概60张左右，请问这个节过了没有？61年的属猪的是吧？71年属猪的。71年属猪。他放生了几条了？现在？现在已经放生了约等于8万条，他许的一年之内是10万条鱼。现在呢，大节应该过了。大节。啊。大劫应该过了，就小房子不够。小房子。那还需要多少张呢？他现在念了60张怎么够啊？开玩笑，你叫他礼佛啊，礼佛，你叫他念108遍。好的。然后小房子，小房子还要加到83张吧。好的，你叫他不要去结缘的，除非佛有的靠得住的，真的念的。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出大事了之后，就是身体不好出大事的，他就叫人家啊什么什么结缘了乱念的，这种东西烧下去死了更快，听得懂吧？听得懂。一定要靠得住，感恩师父，最好是家里人帮忙念最好。家里人，人家不会害你的，人家会认认真真念的，为你用心念，就不一样的。对的，那师父有的时候同修之间结缘，然后你要看的呀，同修我们之间也不认识呢。好的同修结缘，比方说这个就是大家只是发心呢。发心的话，如果你觉得好，那么就可以呀。你有时候烧一张啊，你拿，比方他给你21张。你先烧一张下去，感觉一下，你感觉得出来的呀，好不好？人有感觉的呀。感觉就是。他给你，比方说给你10张，你拿1张先烧呀。然后或者有的人就说你菩萨，你给我一个暗示啊，给我一个梦啊，他菩萨就会托梦给你的。因为护法神他有，他帮助众生，他有这个义务的呀。你问他，他会告诉你的呀。从梦中告诉你，因为你每个人的道性不一样，听得懂吧？听得懂。那他念经时断时续，请师父点他几句。时断时续嘛不好啊，那质量能念出来好不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呀对呀。所以要真真实实的好好的念，对不对啊？礼佛也是的，要真心忏悔，一旦这个在梦中啊给你暗示了，你就开始要实行忏悔了，真的不能在现在末法时期收人收的也真的快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对的。好了。感恩师父。好的，那您看一下2018年属狗的女孩子身上有没有灵性，需要多少房子，放生多少？2018年属狗的女孩子。2018年属狗的。对的。女孩子，她主要是骨骼有问题啊，骨头啊，她这个关节呀、腰椎呀、都不好，颈椎呀，你叫她好好的念。小房子应该念，也要念67张吧。好的，放生多少？放生大概。1200条吧。好的。好吧。那我告诉他的父母。好的。师傅，感恩师傅。朋友自己让自己背。感恩师傅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
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呀，卢金红台长，卢台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您请安，谢谢。卢台长，辛苦了。嗯，那帮着看一个那个，麻烦您看一个属龙的88年的男的。属龙的是吧？88年属龙的。88年属龙的。好，看到，你想看什么？讲吧。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，然后原来看过他脖子上有大黑块，我给他念了100多张小房子，看看现在还有没有了。化是化掉一点了，看看、这个、化是化掉一点，还有啊。嗯。还有是吧？嗯嗯。那还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？你上次给他念了多少张啊？上次念了120张，最近又念了40多张。也不多，59张吧，哦、再念59张，啊，差不多了。再念59张，好嘞，差不多了。行，他现在还有灵性没有？没什么大灵性，那个业障快，还是那个业障快呀、啊。那行，那我接着念。它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龙？几年的？88年属龙的男的。啊，深色的，深色的。哦。你要叫他穿点深色的衣服吧，幸运一点。哦。好吗？哦。好的。好的。这个，谢谢您。他其实这孩子呢，还是比较乖的，比较乖的。那对，比较老实的孩子。很老实的孩子。因为我看他这条龙啊，就是附在那里，他也不飞也不动的，明白吗？就是有点，就是呀，为什么呢？他怎么就这个龙要飞起来？龙要飞起来要有能量的呀。那能量呢，就是在于他要有积极向上的一种冲劲儿。有的时候呢，你要让他出来。啊，多听听师父的那个白话佛法呀，多听听啦、他会特别受益、特别好的，好吧？他就是懒，我就是觉得这个龙就懒。不过他现在刚开始，我一直是那个督促他让他念经，他好像也念经了。那您看他真念了没有？念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、那个什么，我知道他肯定也念的不多。这孩子挺好的，念是念的。念的他念的还很认真，只是没有长性，长性不够。对，对。行，我督促他，让他只要能入这个门，以后慢慢他信，但是就懒。好吗？太好了，呀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再给我看一个，看看我，看看一个属鸡的，57年属鸡的。那个看业障有多少，比例多少？啊，25啊。那个我念的经怎么样？我都不敢问。蛮好的，今念的蛮好的呀。哎呀，是吗？太感谢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这个人还是比较阳光的，一辈子还是喜欢帮助人为乐的一个人，挺好的。对，你很喜欢帮助，也是个老实人。你喜欢帮助别人，对。菩萨经常来，菩萨经常来的，你们家。真的。哎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你家那个佛台边上不是有个窗户吗？对。啊，他菩萨就从那个窗户进来的。但是从来没打过卷儿，香。你用不着那个，但是你闻得到，修的时候你闻得到香味的。对，菩萨来的檀香是檀香味道，经常一开始的时候经常有檀香味，甚至我坐到公交车上，我念经的时候都能闻到那个檀香味。对呀、但是最近我有点心虚了，我就觉得我最近闻不到了，香也不打卷。有菩萨来，就是你这个手啊，你这手要多洗啊，你换佛台的时候啊，手不干净啊，你就擦一擦，弄一弄的，不干净。哦哦哦，
那我知道了。嗯，好吗？那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毛病在哪里？因为护法神不开心，嗯、这就你菩萨就不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好吧。明白了，忏悔，忏悔。好吧。嗯，忏悔。好。嗯，那是个什么颜色的这只鸡？什么呀？这只鸡是什么颜色？这个57年的这个鸡。白的，白的。白色的，哎呀，我估计可能是白。我梦里边梦见过啊，看见吗？而且、哦、而且我的眼前，而且你这个，而且你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个属鸡的，呵呵，挺好的。啊，外向型的是、啊，好吧？哎呀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好，感恩，好好努力啊，好好努力。啊，一定努力！我已经念了7年了，嗯、哎呀，受益多多，念好了我很多病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原来是老胃病，几十年的老胃病。我告诉你呀、啊，真的是给是念好了。真的，真的菩萨保佑，好吗？是，真的是菩萨保佑，我知道，嗯，我知道，我一念就灵。但是就是有一点，我的业障也挺深的。你要渡人呐、啊，靠渡人呐、啊，靠渡人呐、啊，渡人能消业的。哎呀，我就渡人不好。哎呀，我渡人不行，我忏悔，我真的以后要努力。你要渡人，渡人。我想办法。你这个嘴巴，你嘴巴很会讲，你要渡人呢，好吧？好了。感恩。好。谢谢您，好的好的。再见再见。谢谢您，保重身体。再见。注意身体。嗯，谢谢，感恩您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啊，师傅啊。哎。啊，师傅您辛苦了。哎。您能听到吗？听到，听到。好，感恩师傅。有几个问题，那个，请师傅给看一下，一个72年鼠，它是脑瘤。72年的老鼠是吧？女的。哎呦，他是一个，他这个是业障快爆发呀，嗯。他这个有好几年了，就是对啊，他现在动手术都很难的、啊、他这个边上有个血管靠得太近了，听得懂吗？他听得懂了啊、很危险是吗？就是啊，他这个跟他那个过去生中的杀业有关系啊。他师傅说他应该怎么办？念多少小房子？你叫他小房子大概要念180张吧。嗯，就是专门针对脑瘤的这个是吗？对对。还、哎、放生放2000条。其他的他一直不停的在做功德呢，可以让他用这些功德消这个业障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他这个有生命危险吗？几年属什么的？再讲一遍。72年属老鼠，女的。啊，没危险。嗯，但是他有结呀、啊，结很多。嗯。结很多。嗯。他针对这些结，怎么许愿，比较好？就是化解冤结呀、啊。他要选，他要许解结咒，要念10万遍呢。有针对性吗？就针对劫呀、啊，就是他，因为他前世有很多劫呀、啊，我已经跟你说杀业呀、啊嗯，前世的杀业很重啊，嗯，嗯我看他是养，关心，我看他是养鱼的前世，哇，嗯，养鱼的啊，前世，前世啊，啊那。就现在他近视是个女的、嗯、那他就是说那化解这个冤结是个男的，前世是个男的，嗯，他跟他先生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？他们冤结也很深。我跟你说，他说他先生前世是个女的，他害了他了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讲这些，他有钱嘛，他养鱼有钱，他就抛弃那个女的了呀。他说是在那个日本什么打进中国的时候打仗那个年代。反正你记住我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有因就有果、嗯、明白了吗？嗯嗯，让他针对那个就是他的冤结、嗯、化解冤结去许10万遍的那个解结咒。对对对，
然后他跟他先生之间那个需要念多少小房子能够化解掉这些冤结？他们冤结真的挺深的，很深，就基本上达到他先生要控制他的那个地步了。嗯，就是很麻烦的。姐姐咒下年的属女的要一万遍以上这么念的姐姐咒。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化解冤结，你现在要许的大才会有效果。嗯，明白吗？嗯嗯。嗯，好了。那师傅他跟他先生之间化解冤结，这个除了姐姐咒，小房子需要念多少？小房子是吧？嗯。嗯，七二年的属女的。小房子念89章吧，嗯。嗯，写是他自己的药经者，还是写他化解的他先生冤结的这个？就这么写呀，化解某某某的冤结呀。化解某某的冤结，好的。嗯，那现在他那个他们某某某化解冤结，进正某某某化解冤结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跟菩萨求就是化解他跟先生的冤结。对呀、啊。那个厂子什么时候能卖掉？他想知道这个。哦，他当中有一段非常不好哎，停工一样的，哎呦。你停了很久了啊，你看很多年了，看见了吗？蛮麻烦的，卖是卖得掉的。嗯，看看年尾吧、嗯、大概看看年尾，被人家年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人会很低价的来收购吧，瘦瘦的一个。哦，好吧，他低价的话都会赔很多，没办法了，现在可能。嗯，那他现在这样子一直租着也是可以吗？租怎么要赚钱呢？不赚钱不也赔吗？他那个是停工的，然后就是往外出租那个地方。先出租地方吧，少，就是少，那个浪费点钱好一点的，听得懂吗？他为此要许多少小房子吗？这个都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就可以，他是自己结呀。嗯，好吗？哦，消灾吉祥神咒、嗯、好。嗯，那麻烦师傅给再看一个那个76年属龙的一个男的，他那个名字原来叫李宏伟，是三点水一个那个巩固的巩，那个宏，伟是那个一个王字旁，然后一个伟大的伟右边。他现在要把中间那个红字改成他最开始的那个名字，是就是师傅那个红，宝盖头那个红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他现在是劫啊，他现在劫难很多，烦得不得了。这个烦得不得了，他现在。哦、嗯。对，这个76年的龙就一直不是很好。啊，你这个名字改了吗？灵动性不来呀，没用的呀。那他现在是不是就改成刚才说的那名字就好一些？好不到哪里去，叫他索性改一个吧，网上去查一查，改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吧。嗯，他应该怎么样？念多少小房子？念多少那个放生多少，能让他现在经济状况好一些？这个自己要看自己的，人太精啊，不会那个财神菩萨不会会惠顾他们的。一个人太精了，会算的人不会的，不会菩萨不会惠顾的，就是平时在做事情的时候啊，要宽宏大量，要为人家想，明白吗？嗯，对，他是这个那个，现在已经在慢慢改好了，一直在坚持念我们的那个学心灵法门。但是过去太抠人家的话就不行了。不能再抠。对对对，啊、师傅您说的太对了，他之前是那样的。啊，这个76年的龙是这样。对啊，他越抠嘛，他钱越抠不出来呀、啊。嗯、啊，所以拿不到、啊。妈、嗯。师傅您，嗯，好，知道了，那就让他自己要先改好他自己，然后真的才能改变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。对对 对, 对。嗯。好吗？好的，嗯，那行，师傅能不能再看个名字呀？嗯，好了，太长了。1986年属虎的女的，她选了5个名字。啊，赶快吧。嗯，杨瑞。86年属。86年女属虎。讲啊。杨瑞欣、杨小彻、
杨志桥、杨新瑶、杨瑞迪。第四个是什么？杨新瑶，新是那个就是说欣欣向荣的欣、嗯、瑶是那个遥远的遥。新瑶，嗯，这个名字还好一点，对对他对他心态会有好帮助的，好吗？杨新瑶是吧？对，心态会好起来。嗯嗯，跟他那个学佛，他其实挺有佛缘的。嗯，跟这个跟他学佛精进，嗯，好吗？这个名字、嗯、蛮好的，蛮好哈。嗯，杨新瑶。嗯，好吧。好好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。啊，那师傅，我这个嗓子要做手术吗？嗯，慢慢再说吧。14年的虎，你我觉得任何事情能够保守疗法，先保守疗法，实在不行再动手术，好吧？不是，他没有什么，就是老是总是爆发，就是特别上火的时候特别难受。你觉得每次有病都跟这个有关系？对啊，就不要就多吃清凉的东西嘛就好了，好吧？多吃点苦瓜啦，多吃点苦瓜啦，牛黄啦。六神丸了，你要保持，你不能吃太辣的，不能吃太辛辣的东西。嗯，好吧，再看一下吧，嗯、自己许个愿吧。好了好了，给人家点时间了啊。嗯，好的，师傅能托个梦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够了断尘缘吗？嗯，自己慢慢的念经吧，好吧，嗯。好，感师傅，嗯，师傅您辛苦，感恩您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师傅保重。啊，再见。喂，喂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给师傅看两个亡人、嗯。第一个亡人叫杨德山，嗯，德是道德的德，山是山丘的山，杨德山。男的。男的，是今年2019年5月去世的。哎呦，不行哎！哎呦，根本没上去，在地府里。嗯哦，嗯，同修想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给他念了多少张了呢？念了不知道。很厉害的，他在下面呢，很深的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很深的不好的地方。哦。至少108张。108张。而且要求菩萨保佑的，否则、嗯、好的，否则上不来，他在吃苦了、嗯，在受苦。嗯。还有一个亡人叫赵福珍，福是福气的福，珍是那个至少的至、嗯、旁边有一个琴。什么？至少那个珍，赵福珍，珍是至少的至旁边有一个秦国的秦。什么叫秦国？就是秦。什么秦啊？秦国的秦。啊，这啊这个啊。嗯，对，赵福珍。啊，这个老妈妈，你赶紧帮她念呢。嗯，她要投胎快了、哦。嗯。哦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86张吧。嗯。86张小房子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嗯、师傅看一个1999年的女孩子，属兔的，99年。不能看了，太多了。99年看一个什么问题了？看一个问题。她孩子最近发现得了那个白癜风皮肤病。然后同修的妈妈想请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几年属什么？嗯，99年，孩子是阴历。啊，就是跟杀业有关系。哦，跟杀业有关系。需要多少？许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要65张，然后要念10万遍往生咒。哦，放生呢？有的念。嗯。放生倒是1500条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OK， 否则的话会有问题的。拖了时间越久，他有慢性病会发出来的。嗯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再见。嗯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